江大河二新路透照曝光。3月17号，大江大河二剧组宣布复工，曝光最新路透照。这片中，王凯叔大背头，戴眼镜，气质出众，穿深咖色大衣，搭配格子围巾，被网友调侃东海许文强。早上，王凯也晒出了天气超好的复工照。我们的宋厂长宋运辉终于上班啦！我只是离开荆州，又不是离开你。我想跟你一块去东海，我想跟你生活在一起啊。咱们现在有孩子了，你也该长大了，也该学着负起责任了。我来给介绍一位新同事，也是新领导，宋运辉，担任我们东海项目筹备处的副主任。非常荣幸来到东海项目组与在座的各位共事，未来几年希望能与大家共同见证东海化工的崛起。咱们在国外订购的那批货被供货商违约了，东海的项目物力很有可能要拿掉，连主机都买不回来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怎么办的问题，现在该是我们群策群力研究商议对策的时候。我抛砖引玉，先谈谈我的三个候补方案。首先要明确的是，所有方案都要建立在东海外围设备与第二项项目与主机生产厂家通过技术合作。芒果拉新闻有宋厂带领，相信我们的厂子马上就高速运作了，期待大江大河二报道。